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里给大家表演。没错，老实说，哎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啊，啊，跟这么多诗人同台。这么多位诗人在一起，我现在有一个冲动。你有什么冲动？我也想当个诗人。你也要当诗人？对，你等我一下。啊，干嘛？我去拿杯水上来啊。拿杯水干嘛？慢着，你拿水干嘛？拿水淋湿了，就变诗人了吗？你是这个诗人呐，你啊。我下午的时候我这么说啊，叶总会长，叶萧，叶总会长啊，他自己本身是诗人，哎，他说用白开水淋没用，那是要怎么样？要用海水淋。为什么？淋湿了以后变咸诗人。哈，喊上啊，这个就变咸诗人。这个我没办法反驳啊，因为他是诗人，他比较了解诗人的本质。他是这么说。哎，再加上主持人刚才一介绍啊，叶总会长。对了，对了，就是他了。That's it。可是人家说那个是作诗的诗。开个玩笑，不是这个诗。这种诗人我们做不了。对，我们只是一个平凡的上班族。啊，搞相声还是业余的。哦，你都不是专业的，不能叫不是专业的，业余的，就是你是业余的。啊，我们还得上班啊，工作赚钱啊，是吧？你还有上班？对，去公司上班，工作赚钱。那你在哪家公司上班？我在一家公司，一家大公司上班。你那是哪家公司？一家大公司。你那是什么公司？我的公司的名字叫一家大公司。啊，你的公司就叫一家大公司。现在流行一嘛。啊，我老板就喜欢一嘛。啊，对，一家大公司。那是一家大公司。是啊，一家大公司。那你那个大公司一定赚大钱。老板赚大钱，是公司亏大本。为什么公司会亏大本？这你不明白啊？啊，我跟你说一下。你说说看。我公司的老板啊，自己外面另外开了一家公司。哦，这是一家专门赚我们大公司的公司啊。我们大公司的钱就去了我老板的公司啊。我老板又常常说啊，公是公，私是私，不要跟我们公司他的公司，这就是他的公司跟我们的公司。说什么？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公司啊？不明白啊？不明白了。一句话说完了啊，老板很有钱，公司一屁股债。那你老板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他是很有良心的人。是吗？最近为了回馈顾客啊，他把所有日常用品全部大减价。是吗？啊，都有什么东西啊？什么2000块的皮带啊，3000块的包包，哦，20000块的内衣，全部都减价。那个还叫做日常用品呢？要不然呢？那是奢侈品。你们的奢侈品就是我老板的日常用品。嗨，我老板有钱吗？有钱哦。所以我最近要跟我老板学习。是要跟他学习。我也开一家公司，专门上我们一间大公司的工程。你也去，你的公是你的公，他的私是他的私，他的公司不是你的公司。我听说你姚志祥很有本事。哎呦，很会解决问题。是吗？什么问题你都能够解决。好，我现在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这家新成立的公司。你要我加入你的公司？怎么样？可以帮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。好，年薪100万够不够？年薪100万够不够？够。好，我坐，欢迎你加入。可是你这个是新公司啊，你到哪儿给我这个年薪100万？哦，这个就是你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。我得还解决我这个年薪100万的问题。跟你开玩笑。哎呀，这怎么做呀？我们有资金的。你有资金啊？哦，可是你要做这么多事，我怕我不会。哦，我们什么都不用会。啊，我们只要会承包就够了。那是怎么说？拿了成工程上给下面的人做，就赚钱了。
这样就不用汇啊，上就可以了。对啊，那没有资金怎么办？一间大公司会给我们资金。哦，没有设备怎么办？一间大公司会给我们设备。那亏钱了怎么办？一间大公司说了，啊，我们亏多少他赔多少。嗨，有这位稳赚不赔的，好不好？我做我做好。太好了，我这里我们一间大公司有几个 project。 哎呦，啊，我们来看一看上哪一个。好好，啊，你有什么项目你说。这个不错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养羊中心。啊，养牛搞得沸沸扬扬。你错了，现场都知道。是他们都喜欢吃羊肉。除了继承法师。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对，所以养羊中心他们听到就很兴奋。哦，啊，大家都知道而且我们养的羊是高级羊肉。哦，啊，这高级羊肉我不会养啊。你不会啊？我不会。哎，我也不会。那该怎么办呢？我研究出来了，你研究怎么样养出高级羊肉。你怎么研究？让羊住高级公寓。住高级公寓就会养出高级。住高级公寓的人是高级人，哦，住高级公寓的羊是高级羊。对了，哦，那高级羊身上的羊肉就是高级羊肉。嗨，我用心良苦啊。哦，看来是可以的。可以吗？可是要很多钱去买那个高级公寓。一间大公司会给我们资金。哦，啊，那一间大公司到哪去找这个资金呢？哦，一间大公司它有一个客户的退休基金。哦，客户的退休基金，啊，已经都安排好了啊。怎么样呢？你呢，啊，只要去签个名啊，把那个钱拿出来啊，交给一间大公司，一间大公司交给我们，我们就有资金买公寓了。你是要我去那个，啊，那个客户退休基金，啊，签个名，把钱拿出来。是，这个这么缺德的事怎么可以呢？那是人家的钱呢，啊，那是投资吗？什么投资？拿人家的钱来自己用？你不要，不行，不做不做。那我们换一个保证。你有换？这个保证也不错。那是什么项目啊？建工厂。哦，建工厂能赚钱吗？哎，我们建的不是一般的工厂。那是什么工厂？这个建工厂它的材料特别。怎么样？用很稀有的泥土建的工厂。这是什么工厂啊？我听说这工厂很危险呐。别相信那些人说的，专家说了很安全。很安全吗？很安全。是吗？啊，可是不是说他那个废料很危险吗？哎呀，一间大公司会给我们一块地，随便埋埋一下就可以了吗？那埋埋一下就安全了吗？安全了吗？行吗？专家说了，这些废料处理过后完全无害。是吗？可以放在纳西勒巴里面一起吃下去。这么说呀？对。不行，这没有保障。要不然这样啊，我们买船做运输业，把废料直接运到澳洲。哈，还要去投资船？哎呀，买船呐，啊，买船要很多钱呐，啊。哎呀，一间大公司会给我们钱。那一间大公司去哪里找钱呢？他有一个客户退休基金，里面很多钱已经都安排好了，啊，你只要去签个名，把那个钱拿出来交给一间大公司，他给我们钱，我们就有钱买船了吗？就是要我去签名办这个单，啊，怎么样？我不做，又不做，不行啊！那剩下最后一个了，这个一定要做了。你还有什么？这个是一个大 project， 这是什么？100亿，哟，一百亿，建大楼，100亿建个大楼，对。这建什么大楼？18层楼的大楼。这18层楼的大楼要100亿这么多？18层楼向上是不用100亿啊，我们建的是18层楼向下。哇，高难度，所以要100亿。18层楼往下建，这个大楼的名字已经叫好了，那叫什么？18层地狱大厦。你们用了那个100亿，我们大家都进18层地狱了。像话吗？怎么样？就这100亿，你又说到哪去拿钱呢？一间大公司会给我们钱。一间大公司怎么有钱呢？他有一个客户退休基金，让我去跟他签个名，拿这个钱出来，我们就用了，对吧？怎么样？啊，不干。为什么不干？不做啊！我说你们这个公司啊，不是一间大公司。那我们是什么呢？一群混蛋。